完美老公要这样，加纳驯夫有术。一个男人有肩膀、有责任是最重要的，不然其他都没有用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要帅要听话。主持人又帅又听话吗？我训练他。那他现在听话到什么程度？他下回家坐下，他就会坐下。手握手，握手就握手。现在会握手吧？好，先练练。哎，那你卡哇伊呢？他长得好奇怪啊！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